最近经常晚归，在饿的时候最爽不过来一碗方便快捷的香菇牛肉酱拌面。煮一次酱，密封放在冰箱里面可以吃一个月。煮面的时候挖上两勺，那味道简直不掰了。在忙的时间里也能吃上温暖的食物。我是阿杜，一个自己煮饭的吃货。